混合芡吧，不会很甜，甜度刚刚好，真好吃。早晨的时候来这么一个就饱了。有粽子卖吗？马上端午了，有一个粽子我还没卖芡呢，我婆婆他们都说挺好吃，我还没尝。星期天的时候我煮上几个，我尝一尝，好吃再卖芡的啊，不好吃不能卖。马上端午了，该卖了。实话实说，倒了好久了。我婆婆说很好吃，我还没尝呢，我也得尝一尝。一般来了啥新品，都是我婆婆先吃，或者我弟弟，他俩拆快递拿快递。这个蛋面烧来了，就是我婆婆说的，说无敌巨好吃，说的。后来我才尝一尝，确实好吃。都是他俩，我婆婆去拉快递，我弟弟拆快递，他娘俩配合着。拍了两单，谢谢啊。我都吃饱了。太香了。一种口味买不了，它是混合都有。对，我聊聊天了，姐妹们，你们继续拍吧啊，我把它放旁边。妈妈吃饱了，一个80克，再加上果冻180克，光吃这些都撑得我都不行了，把它放旁边吧，让大家也能看得出来是啥东西。然后吃点虾，吃点炸串，好不好？聊会天了。哎，不掉了，把炸串往上摆几个，这样子炸串也能吃得着。也能吃一些肉了，也能吃啥了。哎呀，真好。这样子吧，好不好？都摆着。拍了，好嘞。看看20、21、22是啥呀，姐妹们？你能给我说明不？里面都有讲解，我想起来了，都有讲解回放。哎呀，讲解回放，亲爱的，里面都有介绍的是什么样的呀？给几个呀？都有的。拍了，嘞，好，锅巴呀，锅巴，我家没样品，姐妹们，你等我一下，吃完了，9.9块的那个小锅巴是吗？你等我过两天来了，我买了，样品还没到，我给你们录个讲解。那个吃完了，那个可好吃了。我刚才想吃啥呢？想吃个人参果，是不是马上下播了？快下播了，姐妹，快了，快到点了，聊会天就下播，聊会天呀，咕噜咕噜，又水又吞下去了。人参果限制地区了，对，它有的好多地方拍不了，是不是？刚刚有个姐妹就给我反映说内蒙呀哪里都拍不了。它这个东西说实话挺沉的，4.5到5斤了，它和一件衣服不一样，衣服它不压秤不啥的，它这一个人参果都4.5到5斤，它压秤，你偏远地区或者是地区比较远的，它贵，它发不过去，你知道吗，姐妹们？鸭脖还有吗？那个鸡脖、烤脖是不是在店铺有？可好吃！脆皮蛋糕卖不卖？脆皮蛋糕是不是那个不卖？那个是我买的，咱不卖那个，亲爱的。拍了一单价值，谢谢。好想买人参果，人参果在10号链接。能拍就能发，拍不了就发不了了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！拍不了是不是？可气人！真的，姐妹们都天天看我吃，都比较馋的慌。一看您终于卖了，光想买，然后还买不了。整点卖卖呀，芒果嘛，整不来，网上都太贵了，包括线下也太贵，法庭都很贵，不好卖。姐妹们，就算卖了，大家也嫌贵，真的也嫌贵。你搁我不直播我也嫌贵，姐妹们，25、26一个，你卖的贵的都27、28一个，我在广州都卖30块钱一个，那么小，姐妹们，忒贵了，都不舍得吃的，你知道吗，亲爱的？就是我们是直播没办法，你让私底下我都不舍，我都真的很少买。人参果是那种清清甜甜的味道，亲爱的，是那个脆皮芒果，我知道，姐妹们，那个脆皮芒果，那个蛋糕嘛。拍了一单加急，好嘞，收到。刚进直播间，请问蛋月烧啥馅儿？
凤梨，姐妹，这个是凤梨馅，这个是五仁馅，然后这个是红枣啊蜂蜜馅。指甲看看，好嘞。啊，好久没见我喝那个杯装的饮料了，因为我家最近批了好多饮料，就没再去那个蛋糕房买，就没再喝那个饮料，姐妹们。因为最近很少出去买饮料了，都喝的那种大瓶的，因为我老婆婆帮我们买了好多这种瓶装饮料嘛。那个脆皮蛋糕实名叫什么？它叫脆皮芒果，脆皮芒果，它叫法甜，法式甜品，法国的法，法式甜品。脆皮芒果，它在广州也叫脆皮芒果，在我们老家也叫脆皮芒果。你搜一搜，好多地方都不卖，好多地方都嫌贵，你知道吗？老天，卖了就是做了也不好，卖不出去。你吃的脆皮蛋糕卖不卖瓶，攒的还能卖。看我直播，希望下播可以重视。好，姐妹们，我说青云。我说实的话，他那上就算有，他也是，咱不知道是干的啥，你是不是正品，咱不给你保证。但是晴云啊，我告诉你宝贝儿，你只要是正品，大主播没有低于19块，我真不骗你晴云，我全家嘎嘣死了都行。我看了他的评分都是4.几落后。低于这个价格不保证是正品。我告诉你姐妹们，就是只要是正规的厂家正规做的，就咱们那个牌子正常卖都是19块9。你想一想吧，姐妹，便宜4块钱，15块9给你14个，杨军你怎么可能呀，姐妹们，你说对不？是的。就是就算有，咱也不知道它是啥情况。实在话啊，姐妹们，你可以看，你点开这个果冻的店铺，去他店铺里去看一下，都是19块9，任何主播卖的都是那个价格，你知道吗？亲爱的，对你低于这个价格，他这个也是搞活动的，前两天都是19块9，12个，他成本在那放着呢，老铁。对你低于这个价格，你我绝对不骗你们，我们挣都挣不了10块钱，对灯发誓，他挣还挣多少钱呀？那19块9，14个，对不对？小都是跑量的。他的三单鸡脖超级好吃，谢谢啊。吃的可爱蛋糕是哪家的？16块8，不是这个牌子，我家也有。16块8，我是咱们之前他们寄的那个，你忘了？又咬融那个牌子。那个又说是一挖就碎掉了。我知道，16块8是正常，不是这个牌子。16块8我知道。俺们家有那个样子。我家有那个甜，我有。那个一口有香精味儿。对，那个、大家所说的吃的有香精味儿，大多数都是那个。16块8的我知道，那个是别的牌子，我家也有。但是那个属实不大的。杨振宇还是大家吃到的还是比较评论，包括是品质，对，还是有保证。你放心吧，姐妹，你在我家买东西，人家便宜我也便宜，人家贵咱也贵，就是都是差不多，就是除非是有些品是先给我们卖，再给其他人卖，是这个样，但都是一个价，你知道不，姐妹们？对，因为他是一起搞活动，你知道吗？要么市场就乱了。人家是官方统一价格，如果说你低于这个价格，如果是全网都是卖的19块9，你低于这个价格低好几块，那你就看看。是不是能买得到这个品牌的正品了？放心吧，官们啊，人家有的咱家都有，咱绝对不是说在我这里买的贵，人家那里便宜那么多，怎么可能，对不对，姐妹们？放心吧啊，不会的。果冻在卖的有好几个牌子，是的，好多牌子，好多牌子，16块9的，我家都来了7、8箱，那个忒甜了。俺们家也有16块8的那个，但是那个确实是那个价格，就是人家官方价格就是16块8，但那个不好吃。你说阳春雪就是卖19块9，对，最近还涨了2个，给14个，对，给14个，6.8%。你低于19块9，我说实话，人家品牌方都没做19块9的，你低于19块9，你比人家品牌方还便宜。我真不知道了，不知道咋来的了。对，我很纳闷，你们家新鲜店还少。哎呀，好吃。可爱蛋糕，我想买，给个蛋糕名呗，求求了，宝贝呀、啊，不是我不给，你是鱼台的吗？咱要是不是一个县城，你买不着，是在我们山东，在我们老家买的，老铁，对，是我们的县城里面，县城买的，平网上没卖的，不是在网上买的，在县城里面的，某宝上都没有，没法发这个，还有好多也是有平台券的，你知道吗，老铁，就是自己买东西不会给券，除了你买的产品低于他那个。官方价格，除了官方给你的券，别的没有办法。这个片子好吃味正，对，这个牌子的味正正儿八经的。杨天宇，因为他
他最早开始搞实施个活动。讲讲月饼香。这个是蛋月烧，它比月饼是月饼的升级版，它比月饼没有那么甜，比月饼的就是口感更好一些，因为它是外面是那个像蛋糕的胚子一样，蛋糕饼蛋糕一样的甜啊，里面是那种月饼的馅儿。这个是凤梨的，里面带点那个南瓜子，这个是五仁的，这个是红枣那个红枣蜂蜜的，就是蜂蜜红枣的，三种口味，线下买5块钱一个，咱们网上卖29、10个，今天全部给29、16个啊，多送6个。嗯，实体店的蛋糕店有卖不？实体店好多也没有卖这个，就是脆皮芒果的，也没很少有，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，大城市应该会有，稍微的都不咋卖，因为太贵了，一个那么小，就这么大，那个芒果就这么大，卖10块，卖那个25块钱一个，贵的地方大城市卖30块钱一个，贵吧宝贝儿？是的，就一个芒果卖将近30块钱，你说谁买呀？是不是？很少人买。你看我们就是做吃播才买，平时我们也很少买，但是偶尔的尝尝还是挺可口的，挺好吃的，但是实话实说啊，还是很好吃。嗯，可不可以只买五仁啊？不行姐妹，它是规定好的，就混合发货。吃撑了嘛，有点饱了，慢慢的吃，吃不动了。所以说很多店里也不好买，但是我们县城有卖的，这一家卖的就可好吃，打钱。别说我们县城小，俺们这消费就是很不低啊，我们县城实在话啥都有卖的也。一个段子8个，嗯，这他没有了，正常一个都得12个，一个段子12个芒果，少吃了4个，他也没有了，他说得提前2天预定能做出来，还得离面还得啥的，比较麻烦。都什么口味？凤梨、五仁儿，还有那个豆沙，还有不对，红豆蜂蜜，我老是忘了这个名。根本买不到，在我们县城买的，都来我们县城吧，请你们吃脆皮芒果。嗯，口味随机。今天姐们睡得早啊？谁呀、啊，姐们？说的谁？嗯，干杯。妈妈，来一个，来个凤梨的，哎，吃累了，真吃累了。我好想逃，却逃不掉。这亮，嗯。贼好吃，外面的面包软软的。嗯，不要吃了吧，都要下播了，没事，我就来这里一个，我也不吃别的了。鱼台的蛋个蛋糕坊有空买去，鱼台的哪个蛋糕坊是吧？脆皮芒果是在亚米家买的，大亲啊。嗯。没有鸡爪啊，鸡爪的店铺有吧？鸡爪的店铺有。嗯，少糟点，累了就吃慢点行，姐妹们，谢谢啊。嗯，那个脆皮芒果好火呀，对，全直播间都让我卖。滕州去济宁多久？你不会真为了买个芒果来鱼台吧，姐妹？滕州在哪里呀、啊？我不知道滕州在哪里，滕州离这里远吗？滕州大概1个多小时。一个多小时。100多公里，高速公路。嗯，就吃了，哎，你谢谢姐妹。就在滕州。也吃了，行，姐妹们啊，我吃的月饼是哪款？我吃的刚刚是凤梨的，就这一款。我刚吃的是凤梨，这是五仁，这个是蜂蜜红枣。我都害怕有虫子。几号链接？就是这个讲解的，就是这个的，贴29的，就这个。嗯，真甜的。
早点休息吧，谢谢你老铁，谢谢大家。今天周五了吧，明天我们还有一天，播完就休息了。哼，我现在已经周六了。嗯，吃不下不吃了，老铁，谢谢大家啊，不吃了不吃了，撑了撑了，谢谢大家，捧钱场捧人场捧钱场，今天就这样子吧，12:10了，又到了一天一度下播的时间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哪里没有做就是没有做好的呀，希望大家多多担待，老铁啊，希望大家天天都有个好心情，然后呢我们就明天8:30就是今天晚上8:30不见不散咯啊，姐妹们，今天已经是周六了对不对，周六晚上8:30不见不散，对，下班了，今天现在是最好的一个时间段，我要休息去咯，感恩大家，感恩心，爱你，你爱你，踹大你这么多爱我的呀，谢谢宝子，谢谢大家，招待不周的地方大家多多担待啊，宝贝儿，就是希望大家就是真的谢谢大家的理解啊，有的时候确实是念不过来，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大家有生气的地方多多包涵啊，宝贝儿啊，谢谢你们，我就明天见了，宝贝儿，拜拜，是的，希望大家晚安好梦，拜拜喽，感谢大家，感谢，其实还有2000人我都不舍得走，拜拜拜拜，感恩大家，感恩爱大家，爱你们宝贝儿，谢谢，晚安，关妹儿，晚安了。